事務所另外還邀請了兩名客戶為典禮致辭，其中包括 Yogaland 連鎖分店老闆楊心凌以及律師楊良柱。到場恭賀的還有幾位市議員，其中包括亞視市議員沈時康、蒙氏市議員陳讚新以及聖蓋博士市議員廖音和，他們為王慧珍會計師班發表洋狀，祝賀其事務所生意蒸蒸日上。另外還好榮幸邀請到少林功夫院院長釋延輝師傅以及他的弟子，為大家帶來了一場精彩的演出。最後還有舞獅和剪彩儀式，在一眾嘉賓的歡呼聲和祝賀聲之下，正式為王慧珍會計師事務所開幕。王慧珍會計師盡心盡力為社會服務已經15年，他的服務宗旨是為取諸社會、用諸社會，並希望啟發和幫助新的一代實現他們的夢想，為社會做出貢獻，在未來的一個15年迎接新的挑戰。以前刚进这个行业的时候呢，我有很多很多的梦想。现在呢，我的梦想就是去帮助还有启发我的员工，还有新的一代，去实现他的梦想，还有把他们的工作做到最好。